1110，又是 fx 咧 divisible by 2x 加一，咁你求求 f 负二分一咧就等于零，二乘负二分一嘅二次减 a over 二减三等于零，咁你揾到个 a 系几多先？咁你計到個 a 咧應該係負五嚟嘅，跟住又翻到 remainder when f(x) is divided by x 減 a， 即係而家除翻 x 加五啊，咁你就要求翻 f 負五啦，所以咧二乘翻負五嘅二次減翻五乘負五減三，所以咧，咁你揾到72嘅個答案 ，OK D， 跟住10年啦。就係啦，佢又係 divisible by x 減一，咁即係 f 一等於零，一加五加三 k 減 k 等於零，二 k 等於負六 ，k 又等於負三，所以係 a 啦。跟住呢題09年幾有趣嘅就係話佢呢嚿嘢 polynomial 係有咁長嘅 ，divided by x 加一，揾個 remainder 係幾多？咁2009年咧再玩2009次，咁咪負一嘅2009次啦，再加負一嘅2008次，再加負一嘅2007次，咁再加負一嘅2006次，再加點點點加到負一。好啦，咁負一嘅單數次方係負一嚟噶，雙數次方係正一，咁就如此去推負一加一負一加一咁樣整落去，加點點點加到咧之前係一。跟住加負一，咁負一加零咗，呢個零咗零咗，咁發生咩事呢？咁而家你就要知道裏面咧有cancel 咗有幾多個啦 ？cancel， 咁2009去到一次方咧，總共有2009個數字啦。咁負一加一咧，每兩個數咧就變一個零。咁你咁你應該去到呢個最後呢個項咧係2008嚟嘅。咁剩翻個負一會喺度，剩翻喺度，所以咧答案咧就係 A 嚟嘅 ，OK？ 咁最後一題啦，差唔多。佢話 f(x) 咧係個 polynomial 唔知㗎，但係 f(x) 而家係 divisible by x 減一，咁阿 Sir 就用 division algorithm 咧除法算式寫條式出嚟，咁即係 f(x) 咧就等於 x 減一乘下啲 quotient， 得唔得？冇 remainder 㗎。咁佢問你下列咧邊一個係 f 括號 2x 加一嘅 factor？ 咁 f 2x 加一同埋將個 x 嗰個位轉咗做 2x 加一啦，所以呢個就會變咗 2x 加一減一乘翻 q 2x 加一。OK， 呢嚿嘢唔使理佢嘅。呢個化簡組變咗 2x q 括號 2x 加一，即係 f 括號 2x 加一咧可以俾二整除，俾 x 整除，俾 q 括號 2x 加一整除。佢問你邊一個係 factor， 所以答案咧係 x。如果你答案有二嘅話，二都係答案。咁就做咗好多 MC 啦。